现在卡瓦县税收处公布127个企业及民众留在县府未领取的费用，总计达89,017元，最后认领日期为今年的11月11日。据税收处所提供的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企业及民众有些长达3年还没有从县信托基金认领现金，其他金额就包括重复或多付费用、费用调整、失联或停业等各种其他因素。Santa Clara 县税收处呼吁民众可以上画面上的网站查询自己是否为未领取款项的主人。